好听，太好听，太好听了！现场民众朋友再次用你们温暖的双手给他们祝福。以及呢，还有我们的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就是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我们的局长蔡富进蔡局长，欢迎您。紧接着欢迎是我们的指导单位，来自我们行政院农委会农粮署，我们的署长李昌良李署长，欢迎欢迎。主任代表啊，好，换主任代表来，主任代表来，掌声欢迎！哇，紧接着呢，我们来欢迎是我们高雄市议员林芳如林议员，欢迎欢迎您！紧接着是我们大树乡公所的区长黄富英黄富黄传英黄区长，哇！今天贵宾来很多哦，名单讲不完哦。紧接着欢迎是来自我们大树，谢谢我们美丽的主持人哦。各位咱大树遮的虎落乡亲是大，啊，到今仔日下晡时啊，特别来高雄遮，啊，为咱中北部来遮高雄看咱的黄色小鸭遮的好朋友，各位咱市民朋友，啊，搁咱王里长、啊吴里长，啊，搁咱在座吼，咱上烟斗的吴议员。上水的林议员，啊，个林教授吼，啊，黄区长，啊，当然咱的农业局吼，啊，咱的蔡局长，啊，个咱农粮署的孙主任吼，啊，各位大家晚安，大家中秋快乐，大家好。你好。呼。今仔日来天气非常好，大概四五点的时阵啊，伫个高雄这个所在，慢慢啊就会看到月亮，啊，今仔月亮非常的圆吼，因为一冬呢365天内底。今仔日的月亮是上水的，所以确定啊呢，咱若暗花啊有邀请啊真有名的歌手来到遮，大家共同来欣赏月亮的时阵啊，嘛爱知影讲，阮高雄市政府伫个咱行政院啊农粮署，甲咱帮助真下，由咱农业局真侪辛苦啊，咱的啊同仁啊办这个玉荷包啤酒节，啊，即马全台湾啊的人拢知影玉荷包。是咱大树遮的名产、的特产，即马毋是干那咧高雄真畅销，伫咧规个台湾拢真畅销，而且咧，咱嘛爱好好啊，啊，家己的产值啦会当提悬。甲各位报告，就是讲啊，玉荷包除了咱生的新鲜来食以外，咱拢知影一年啊，干那五六月的时阵会当来产来生产，所以若是量无够来分配，啊是讲量过剩的时阵啊。我的高雄市政府啊叫做啊，也是讲阮蔡局长啊，都会头壳疼。但是呢，咱农业局的同仁啊，大家拢真有创意，所以为今年开始，啊，阮大家荷包做做烧酒，来参加世界烈酒大赛，大家荷包做做烟钱啊来卖，听讲啊市场的反应非常的好，这就是咱农业价值、农业产值上面啊，对咱台湾的农民。对咱大树遮个农民有交代，会一种真好个创意表现。今仔日呢，佫特别甲各位报告，就是阮来遮呢要生产的是玉荷包的啤酒，就是秘鲁。咱拢知影，秘鲁呢，伊个酒精度无介悬，所以啊，会当讲啊，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呢，拢会当来啉。而且伫个即个时阵啊，今仔日下晡时日头真艳，啊，到暗头啊呢，大家来啉一个秘鲁，会感觉讲真好。所以呢，阮今仔日有讲啊，烧酒来去大树遮，啊，大家啉啦，会当马戆啊马戆，真快乐。相信啊，啊，咱的议会，包括咱的啊林议员、甲吴议员、甲在座真侪咱的议员啊，拢会甲阮支持。李长嘛，当真甲阮支持。而且呢，我嘛要结合观光，大家拢嘛知影玉荷包的采收，如果要变成一般的一日游，很不方便。但是我们今年呢，开始。跟我们农会合作，开始有一日农夫这样的活动，也是属于秒杀。所以大树呢，未来在咱玉荷包，也是咱啊，诶，荔枝啊，甲往来以外，嘛会当结合地方的观光产业。所以大树愈来会当愈发展。当然啦、啊，嘛爱结合着啊，咱在大树乡正有名咱的义大世界，啊，搁咱的佛光山，会当讲啊，男女老幼都可以到大树来做一日游，不管是白天。不管是晚上，不管是室内或是室外，所以大树会变成我们风光明媚，我们高雄市另外一个观光的圣地。
所以今仔日各位乡亲时代来到这，绝对啊会当值回票价，而且今仔是免费进场。哦，啊，咱的主办单位真用心，哦，请到咱真侪有名台湾现主席的歌手来到这，我相信今仔日暗暝绝对会非常的愉快。啊，趁着今仔日暗暝这么好，拜托咱各位乡亲朋友会当甲阮倒推销玉荷包啤酒，和玉荷包啤酒节会当一档比一档办个盛大。来遮大树遮观光的人会当愈来愈多。最后呢，我代表阿舅仔啊，甲咱高雄市政府所有的乡亲士大，会当中秋愉快，全家团圆。感谢各位，多谢。谢谢，谢谢我们刘副市长为我们现场的民众朋友带来那么多的支持跟祝福的话，那我们请我们现场贵宾，请留步好不好？因为呢，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开幕的仪式，要请我们现场贵宾朋友帮我们一起来开启。那请我们工作人员呢，拿端出了我们今天的道具，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玉荷包啤酒纪念巨型冰雕。也请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贵宾朋友们哈，等一下呢，人手拿一杯我们的啤酒杯哈。这个啤酒杯呢，等一下呢要倒入我们这个大型的冰雕里面，象征了我们今天为我们今天高雄农业带来创新的成果，来开启我们高雄玉荷包啤酒节的序幕。来来来，方如议员好可爱哦。超冰的，这个巨型的冰雕真的是不容易。为了，因为今天太热，为了要保持它的形状，你知道吗？工作人员想尽办法把它包住。好，那呢，今天呢，来请我们现场长官可以站近一点，没有关系，站近一点没有关系哈。哎，还有吗？还有吗？好。好，那么呢，现场的民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长官朋友们，等一下哈，大点啦，莫再跟丢了哈。等一下呢，我会邀请我们台上的长官朋友们以及还有台下的好朋友们，跟着我一起进行倒数，好不好？等一下我说呢，倒数三二一，大家跟着我一起啊，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将这个历史的这一刻献给现场的民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注入我们今天的祝酒仪式。三。预祝我们2013年高雄玉荷包啤酒节正式开始！预祝我们今天的活动能够顺利的圆满成功！现场朋友们，给人掌声鼓励一下！好，那呢，请我们长官朋友们来，酒杯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哎，留步，不要急着离开哈，因为呢，让我们非常感谢呢，大家为我们开启这个开幕的仪式。那请我们现场台上的贵宾朋友们来，请往前一点哈，给我们的媒体朋友们来进行大合照一下，来跟冰雕一起来，快点，真的很冰哦。好，请我们台上的长官朋友们来，人手拿一杯我们的冰冰凉凉玉荷包生啤酒。还有，等一下哈，不要紧张哈，等一下口渴可以干杯哦。好，请我们台上的长官朋友们，高举你手上玉荷包的生啤酒，给我们台下的媒体朋友们，来，请往前看前方。好，给我们左边的朋友们看一下，来，眼睛往左边，谢谢。好，往右边看，我们右边的朋友们看一下。好，长官朋友们，最后往前，最后看一下，要干杯了吗？干杯！预祝我们2013年高雄玉荷包啤酒节顺利圆满。讲到会口渴，你知道吗？长官们，好喝吗？赞啊，真的是倍儿赞，好不好？倍儿赞！感谢我们台上的这些长官贵宾们，为我们开启我们玉荷包啤酒节的仪式。那么呢，我们呢说邀请我们现场的长官朋友们，你可以呢拿着你的酒杯哈，漫步的慢慢走，一起呢去欣赏我们今天呢现场的农民朋友们他们所为大家呈现的成果哈。让我们台下的民众朋友们也可以跟着我们长官朋友们一同到我们台下呢左右两侧呢摊位呢去一同欣赏我们这些辛苦的农民朋友们为大家带来辛苦的成果喽。谢谢我们台上的贵宾朋友们，谢谢你们。
干杯干杯。好，那么呢，今天呢，我们这很高兴哈，这次农业局哈来这里大树旧铁桥这里哈，帮我们的玉荷包啤酒节哈，把一个活动办在这里。那为什么办在这里呢？因为我们的大树玉荷包的产值大概有20亿，然后这今天的玉荷包啤酒节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今年5月份哈盛产的玉荷包就在我们的9月中秋节可以很好的品尝，所以刚好在大树的话，刚好这一个玉荷包呢，刚好是从5月底6月初到我们的9月中秋节，刚好是一个圆满的计划。所以哈，很感谢我们的农业局高雄市政府哈这么重视我们的农业哈，我们也知道农业是立国之本，所以我们的农民会不断的努力，让政府知道。说我们的农民是食衣住行里面食是最重要的。好，谢谢，欢迎大家来旧铁桥，好，来看我们的铁桥，来看日出，欢迎大家。大家也知道哈，我们那个高雄哈是全台湾哦有机的水果蔬菜都是最高的哈，所以呢，欢迎大家哦多多购买我们高雄首选的农产品，赞。带来第11首曲目，第5号熊亚丽，无限。